好，台股挑战前高就差临门一脚。今天好多低位阶的多头边缘人都涨上来，而且不少都跟车用相关。为什么呢？说不定这件事情在提前的开趴呢？因为啊，现在电动车不止节能，还要够聪明、够酷、够炫。今天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啊，他在这个 X 上面公布哦，大家众所期待的 Cybertruck 就要交车了。哇，真的车要交到消费者手中，我想问中。 摩哥，这台车到底有没有办法掀起皮卡的旋风？绝对可以哈！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 Cybertruck 呢，终于哦要在12月1号交车。不过大家可能还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它是交给它内部的员工，而且只有10个人啊。不过呢，大家可能会问，就是说这台车如果只先交给员工，是不是因为你的量产产能不足啊？对，其实不是，它不是产能不足，是它很难做。我们来看它的外形，它的外形我相当非常独特，吸引你的目光。对，跑在路上不看都不行哎。你知道那个连他自己生产的工程师都说。 马斯克，你是在搞我们吗？啊、因为他用的这个钢板啊，是比一般的钢板还要来硬10倍的不锈钢钢板。他就有想过一件事吗？他要怎么去控制他的公差？他要怎么去把他这些钢板做这些形状的这样的一个弯曲？你有想过这台车如果在路上撞的话，到时候要如何修复吗？对呀、啊。所以生产的工程师自己都说，特斯拉。 老板呢，把他们搞得好累哦，所以这个车他在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。哎，那个钢材啊，它可以抵挡子弹的攻击，等于是一个半防弹车了啊。好，那全新的 Cybertruck 呢，已经也有这个人爆料，就是说他这次啊会有分单马达、双马达、三马达，因为我觉得台湾迟早也会引进，大家先认识一下。那这3款的这样的一个0到100，以三马达为例。 3秒嘞，哇，3秒台哦，哦，所以不要看他那样好像很笨重，哎，其实也蛮会跑的。拿不到车怎么办？止痒，没关系，越南 YouTuber 自己做啊，哦，你看他做的这个是用木头打造的，哎，整个过程哦，当然很多学它的外形啦，很多的钢架哈，还是要用钢，我们说的这个钢架去搭啦啊。那外形所有的这个车壳，厉害，人家特斯拉是用这个超硬钢板，它是用木头，它连方向盘都是木头哦。哎，这 YouTuber 很用心哎，他一共花了1.5万美金，他甚至还有 X logo 会发亮，你知道他做这要干嘛吗？干嘛？他要像 马斯克致敬哦，所以我刚不是一开始就引路讲了嘛？我说其实 Cybertruck 绝对可以再造特斯拉的光环呢，因为你知道特斯拉过去虽然它的这个电动车是市场上的翘楚，可是呢，它现在一度出现了销量的停滞。那有网友在他这个马斯克的发表会之前就爆料了很多这样的细节，包括说这台车可能呢会有分基础版跟高级版，而且他们的轮胎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它所用的我们讲的智能导航，就 ADAS 的这些系统呢，它会依赖3D 高精地图。哇，那3D 地图以后也许也会用在所有特斯拉的车系上，这很重要。为什么特别要跟观众朋友讲这个？因为你讲到 ADAS， 我们讲的。 就是高阶驾驶辅助系统，它会应用到很多智能化的套件、智能化的科技。那这些都有赖于我们讲的说，特斯拉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它的自驾。好，那网友还讲到说会有什么野兽模式啦、火星版本、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在猜啦。这个你知道，马斯克一直都有这个星球外星梦嘛，啊，再加上这台车本身货卡看起来也。 不容小觑，所以可能有野兽模式，是不是可能在越野能力会变得很强呢？还有一个，这是我确定的，就是它的防水能力。防水能力，你要知道，马斯克出这台车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，他说他要这台车有轻防水，可你不能说说而已啊！就影片马上就来证实。我就说他们可能穿越河流的时候也没问题啦。他说穿越湖泊，哎对，当船呢？你看哈，他现在把一个工作人员放到后车厢，然后把后车厢关闭起来之后。 然后就开始去做净水测验，真的还假的？用真人哦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今天真的有公差哦，今天真的气密性不如马斯克所夸下海口这样的来的优秀的话，那工作人员就小命不保了。那后来怎么样？就后来当然是平安无事。出来了，打开没事。不过也没有过很久啦，大概就10秒左右。不过我讲了，有这样能力不错了啦。哦，我觉得以台湾多台风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哈，这个车是蛮派上用场的。但是有人就问啊，哎，这样的车会不会成本很高？错，我告诉你，马斯克真的CP值很。很会算啊。你知道其实他有去跟市场上所有这些电动货车，或者是说油的货车比价过。你去看一下哦，你知道其实现在哦，市场上卖最贵的哦，大概我们说知道就是有一个已经生产的电动车叫 Rivian， 对 ，RIT 啊 ，Rivian RIT。 它的造价大概是$80,000，它独树一格之外，其他我们来看大概的价格是落在哪？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先讲，像大家所熟悉的福特 F150，啊，猛禽，哦，或者是这个雪佛兰的 Silverado， 还有这个大家也熟悉道奇的大公羊 Ram 1500，你看它价格原来之前都落在哪边？$40,000多嘛，对，不到$50,000。那现在是不是涨价了？涨到$50,000多到$60,000多，对不对？绿色是新的价格。所以呢 ，Cybertruck 当初一开始公布的时候，也是公布我刚才说的单马达、双马达、三马达价格也是大概是4到5到6之间，但它现在有可能也会涨价，因为它还没有正式交到车主手里。那没办法，这是因为你们涨，我也要跟着涨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你会说，你2019年公布的价格不是这样，你现在涨价了。 那这样你 CP 值真的还如你马斯克说的高？这就要有图有真相，大家来比嘛，比一比就知道。我该不是买一个伏笔说 Rivian IT $80,000市场一台嘛？你知道它续航里程每英里成本竟然高达$270呢？这么贵啊！哦，什么 F150这个是油车嘛？哈，也要$208。成本$200。是啊，还有这个 Cybertruck， 我刚才说2019。 有没有？我们先以2019它的价格，因为现在实际价格还不知道，大概是介于大概163。那这个我刚才说三马达的话更划算，140。消费者买不买？你这样来算的话，每英里的这个里程成本它还比较便宜。对啊，那我刚才说这个大军敌人大军环伺是谁？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。对。那我特别想要讲华为这一款，华为自界 S7哈，当时他开进这个记者会，11月初的时候。 哎，人家是用自动驾驶直接开进来的，没人嘛？哎，对，没人，没人嘛，是不是？他就是要让你知道我华为的智能能力有多强，哇，智慧能力有多强。好，好，自动驾驶开进来，它自动停车。他特别讲哦，他说我的这个对手剑指 Model S， 也就是特斯拉的旗舰轿车，但是我的售价却只落在 Model 3的这个价格区间，大概$300,000。 这个人民币左右哈。刚才中博哥讲了，现在的电动车不只是节能，还要够炫、够智慧。那这边我就想问一下微良啦，如果说电动车未来是朝这3个领域来前进的话，聪明、绚丽，而且性能要强，怎么样的股票具备这样的特质呢？好，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车市的亮点当然是在电动车哈。那基本上呢，其实，在2018年大概5年前的时候呢，世界上呢100台车里面呢，电动车的占比哦不到3台，渗透率呢大概只有2.5%。但今年来看的话呢，大概就将近5台里面就有1台是电动车，因为渗透率来到了17%。那重点是呢，再过2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，电动车渗透率呢每3台。 就有1台车是电动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预计有2021到2025年整体的汽车市场年复合成长率只有3.9%，它算是非常成熟稳定。但是呢，如果对比电动车同期间的年复合成长率是高达42.5%，所以电动车的发展方向，这个就是呢投资趋势的亮点。那我呢思考之后，我认为至少有3个方向值得留意。第一个来看呢，就是轻量化。其实像刚刚讲到哈，这个皮卡车做这种很厚的这个钢材哦，我觉得。 这个当然是，那个是卡车才需要的这种粗犷的形象用啊，对对。但是以大部分的电动车，不管是家用，甚至是呢像这种跑车的功能，你一定是要轻量化，才会酷，才会炫，也续航力才会小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以这个中国的政策来看，其实就已经明定哦，它在2020到2025到2030年依序要求哦，汽车要减重。那减重呢目标呢分别是15%、30%跟35%。所以呢，这个所用到的钢材数量就越来越少。 对，那取而代之的就是轻量化的镁铝合金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第2个趋势就是呢，现在汽车一定要去结合 AI 的运算哦，然后当然就是要实现呢充分的自动驾驶，所以包含是自驾啦或智慧座舱等等哦。那这相关当然就会用到很多的半导体。那再来第3个趋势就是酷炫化，这就跟呢其实灯光会影响心情跟氛围嘛。哎，你在不同的这个乘客，哎有时候呢是在爸爸妈妈啊，可能这个灯光的感觉呢不要太 炫目，可能比较沉稳一点。对，那如果哎，再一个这个女朋友啊，可能出去就要浪漫一点。哦，可以切换的。对，开到海边去就浪漫一点。然后这仪表板也是啊，仪表板漂亮啊。车内的气氛灯、迎宾灯，还有头灯、尾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几个趋势来看看相关的个股。哈，举一档个股。华孚这个就是受惠于刚才所讲的第一个趋势，轻量化。华孚今年股价最高涨到180几了，但是涨多了，因为翻了好几倍，所以呢，虽然业绩真的还是非常的亮眼，可是目前看起来就是相对进入到一个中段整理，之前涨上去了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呢，今年也有一个大黑马股哈，就是呢 PCB 的定影，这其实也是旧的产品，对，但是呢找到了新的市场、新的订单，因为呢 PCB 呢现在应用在电动车，尤其是高阶的 HDI 版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现在有一个。 泰国厂哦，正要准备开始完工投产。那从一开始规划呢，这就是智慧工厂哦，不仅是智慧的生产，而且呢，生产的产品呢将会切入到比较高阶的领域。所以现在客户都要等着这个厂完工之后呢，就准备要开始下订单了。觉得空手者哦，你可以等它靠近月线甚至季线再切入。好，哦，但持股者的话呢，就目前来讲，它还是属于偏多格局，是没有呢转弱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算是这两天比较受到注目的，就是2481强茂。对，因为这部车用2极体。 或半导体哦，几乎是你看整理了3、4个月的时间，那从昨天就出量，今天更明显是价量齐扬。那它的一个趋势在哪里呢？因为就是做 IGBT MOSFET 啊。其实就刚刚跟大家讲到，哦，每台车呢将来会用到1100颗晶片，所以车用半导体当然后市是看俏，而且呢价格部分会从550美元呢飙涨到2027年会达到912美元，将近快要翻倍，所以年复合的成长率非常高。那重点是技术上面的位阶来看，季线。 月线慢慢的收敛纠结了，那现在呢，月线已经翻扬往上，是不是快要形成黄金交叉？那这个走势其实就跟当初华孚也好，或者说呢，电影投控也好，大概都是这样，交叉之后就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哦。所以现在其实资金它会开始慢慢的移转跟轮动。那再来就是呢，3437的融创，这是属于鸿海集团旗下，就是呢在布局 LED 一个很重要的子弟兵。那事实上哈，它过去几年呢，算是连年亏损，但是必须要把这个财报看清楚。好，它的亏损是因为呢，2015年开始就跟着鸿海布局 Micro LED， 可是我们知道，因为当时市场还没有成熟，对，算是先驱。可是你要先买机器设备，那在会计上呢，就必须按照原则哦，每年要摊提认列折旧费用。这个费用不是真的现金支出，你买设备的时候现金已经花下去了，对。可是呢，这个费用会侵蚀掉获利。哦，但是公司其实呢，现金实力越来越强。那重点是呢，研发或者说它的一个开发，其实也都找到了新的蓝海。那目前来说呢，因为已经打入到就是当然鸿海的 MIH 的这个电动车，所以有可能 MIH 用的电动车或未来代工电动车里面的 LED 系统会使用到融创。对，那还另外来讲的话呢，也开始跨入到呢其他的传统的车厂。所以目前来说哈，因为折旧的费用已经呢摊提认列到了几乎尾声了，所以明年大概甩掉这个包袱之后呢，配合新蓝海事业的发酵，那应该有机会呢 EPS 上看到3块钱以上。那所以我想最近股价为什么急攻，就是因为应该有长期的资金开始锁定。哦，那目前刚好因为它是处于分盘处置阶段，所以交易的流动性大家可能还是要去做参酌。不过相对来讲的话，因为量一缩，代表筹码也有机会呢进一步沉淀。好，政界、商界、演艺界，跨界揭秘，重案、悬案、攻击案、拍案惊奇，新闻内幕、独特观点，厘清事实，破解谜团。我是陈明君，我是李佳明，敬请锁定577新闻网，真相不漏网。